东哥，不能走，东哥，不能走，东哥，不能走，东哥，不能走。12月4日，我们通过几天的摸排侦查，掌握了具体的线索。专案组决定开展收网行动。周边的声音，我们都可以听到，就那个树叶触碰的沙沙的声音，然后那个声音越来越近。 我们也就看到你的身影，看到身影我们就立即行动。警察，别碰！别碰！打人！不要碰！哎，亚楠！我要去副队长的时候，队长就跟我说：“先别管我，先别管我，我能行。让我们先去抓人。” 我妈妈这边几乎就是哭到胡思乱说啊，虽然她走了，但我相信她一直守着英雄。